大家好，我是整星人，大家新年快乐。今天的 Q&A 影片要来回答一个我非常常被问到的问题，大概仅次于我的性别跟我有没有伴侣这两个问题，就是我用什么剪辑软体。虽然我觉得我应该回答过很多次，可是不停的有人在问，我也看到这些人会到其他的频道上去问，显然他们真的很想知道。虽然我个人是没有办法理解，想要知道一件事，不去搜索引擎用关键字查，而选择在网上去询问一个跟你非亲非故的陌生人，期盼他能够回答你，这个行为我个人没有办法理解啦。不过呢，因为我人很好，所以我会在这个影片里非常详细的回答这个问题。要用什么剪辑软体，其实你去 Google 剪辑软体推荐，得到答案其实都八九不离十，跟我们这些 YouTuber 用的专业工具都差不多了，我们没有什么秘密。我自己个人用过很多剪辑软体，我最初是还在加拿大上学的时候开始做影片，那当时使用的是 Final Cut Pro， 这个软体只有苹果电脑有，所以如果你是用苹果电脑的话，可以试试看这个软体，它非常的好用。 Final Cut Pro 的价格是 299.99美金，一次买断制，所以你要买的话就是要在 Apple Store 上面付钱就可以下载下来了。第二个试的剪辑软体是 Sony Vegas Pro， 只有在 Windows 平台上面有，然后我记得它的价格是599美金，它比 Final Cut Pro 贵很多，不过如果你没有苹果电脑就不能使用 Final Cut Pro， 所以使用 Windows 系统的人可以考虑 Sony Vegas。 这两个软体都是我没有去看书或是看教程学任何东西，我直接就是自己用一用就会了。我自己现在使用的是 Adobe Premiere。Adobe 的设计软体它以前可以买断，不过现在你必须要用月费来订阅，单一应用程式一个月是640块台币。那如果你想要用很多很多的 Adobe 软体的话，你可以考虑买它的 Adobe CC 一整套，是1620台币每个月，一次缴费一年的话它会有一些优惠。我自己用过，提醒一下，就是如果你事先订了一年，然后你中途想要退订的话会有点麻烦，因为它没有中文的客服服务，它会要求必须在线上用英文跟客服跟他说清楚你的理由，然后他才会中断你的合约。那这是我提醒你一下， Adobe CC 他这方面的服务做的不是很好。但如果你是一个月买的话，比较没有这种问题，顶多如果你不喜欢，那你就下个月就不要订阅，他就不会继续扣款了。跟之前的剪辑软体比， Premiere 的上手难度稍微高一些，所以我当初是有看一些那个介绍文件然后才开始用，因为它的套件跟模板非常的多，毕竟专业剪辑师也是使用 Premiere， 所以它本身的那个资源有很多，特效的自由度也很大，所以我自己个人现在是很喜欢用 Premiere。 Sony Vegas 我记得是它对中文的支援不太好，所以当初我就没有再用了，不过它本身也是很好用的一个软体。另外就是很多台湾的 YouTuber 也会使用的是威力导演，因为它是台湾的公司 Cyberlink 做的，所以它对中文的支援非常好，那软体本身也有中文版，同时它的价格应该也是所有软体中最便宜的。像威力导演15极致版花2950块台币就可以买到一套，而且是买断，意思就是你不用每个月另外付钱，所以你经济上不是那么宽裕的话，可以考虑买一套威力导演来做剪辑。威力导演跟其他的软体相比，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功能，就是它可以导入 SRT 字幕，它把字幕嵌在影片里的那个功能非常的方便。像以往如果我们在剪辑软体里面做字幕，只要一块一块一块的放上去，非常的慢，可能五分钟一片字幕你要做三四个小时这样子。不过有威力导演，那你可以事先先打好 SRT， 然后直接导入，再用它的那个字幕工坊去统一把字幕放上去。你快的话，可能5分钟的影片20分钟以内就搞定了。所以我现在主要是用 Premiere 剪辑而做特效，然后我再用威力导演做字幕。至于这些软体要怎么用，如果不会用怎么办，其实很简单啊，你去 Google 威力导演教学， Sony Vegas 教学，如果这些是免费资源你觉得不够，你还可以去买书啊上课啊，反正你有心要学，那些资源就是摆在那里了，真的不需要还特地去网络上找一个陌生人问说你可不可以教我。我想这个就是很基本的尝试，我们就不说了。 Final Cut Pro、 威力导演、 Sony Vegas 还有 Premiere， 我觉得上手难度来讲的话，是 Final Cut Pro 和威力导演差不多简单，稍微难一点点的是 Sony Vegas， 上手最难的是 Premiere。 威力导演因为便宜而且又是中文版的关系，我最推荐给初学者使用，因为它给初学者使用，所以其实功能也是蛮阳春的，但是且大部分的网络短片其实绰绰有余，你看到的很多知名的实况组他们都是用威力导演在剪辑，剪出来跟我们用 Premiere 剪出来的东西可能也不会差太多，毕竟不是做那种特别精致的特效，那剪辑出来好不好看，关键还是在人自己的操作啦。好，最后介绍这些剪辑软体之后呢，我要给各位送一个新年礼物，请各位记得到我的脸书专页的贴文下面留言，我将会送出五套威力导演15的序号，这是我特别跟厂商要来的，也特别感谢 Cyberlink 讯联科技愿意提供这些奖品，请记得在我的脸书贴文下留言告诉我你想用威力导演来制作什么样的影片啊，其实我只是随便出个题目啦，总之记得留言给我，那我会
会抽出五个我喜欢的留言，然后送给你们免费的威力导演这套剪辑软体。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接下来去我的脸书留言，各位新年快乐，希望你们喜欢这份新的礼物。我是囧星人，我们下次见，拜拜。